学长，我们的来宾来了，掌声欢迎一下，千奇，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哎，小叶，刚刚有人说你唱的超好，谁？请进请问午间前老板是什么意思？是里面的老大吗？哦，对，有就是老板的意思，就是这是老板的意思，就是我们五个中最有钱的，就是。不是他们很喜欢逗我，因为其实这个团的来源一开始是我想出来，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要不要组这个团，然后大家觉得因为很好玩，所以我们去试试看。但没料到今天就是大家很喜欢我们五个人的一个默契，所以大家都每次这样子逗来逗去这样子。没错，而且你们好会排列组合，哎，四间琴然后变五间琴，然后现在要变成那个。你们小团体很多哎、欸，没有啦，你们两个就要组合在一起，对不对？对，其实五间琴这个来源也是从小团体开始的，本来是九泽，然后有前任，然后有小三，然后有皮蛋，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小三，小三谁是谁？我是小三，我是每个人的小三，我是贯穿大家的小三。小赖，你的那个耳垂会不会拉大？就你脱下那个耳环之后，我有本身没有耳洞，所以它就是用夹的，对，用夹的，所以不会掉的，是，感觉很重哎。零九今年是大丰收嘛，对不对？代言都很不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这样，谢谢而已吗？新年新期许啦！牛年新开唱，今年好像要开唱，是不是？今年嘛，我们今年跟我跟风泽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五月八号会有一个演唱会，对，那1月15号开始售票，谢谢。哇，是的，多多支持。内容大概会走什么样？内容嘛，就是会一些跳火圈，哇，这么精彩啊！这么精彩啊！他们这次演唱会跟太阳马戏团就是学习，跟狮子不看一下，是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创作会有一些新的创作啦，对，是新的作品，然后我们会去呈现不一样的 show 给大家。是，那小赖嘞，这年底的跟那个谷谷的那今天一吻是不是最大的收获？哦，对，因为其实那场演唱会我办得蛮开心的，因为我从第一个来宾吻到最后一个，对，我很怕，真的，我很怕这一个播完之后，下次再邀请大家没有人想来了，真的吗？但我看看明年如果有希望再办一场给大家看了。好，我们很期待，希望。明年是今年。今年。那我们俊硕嘛，对不对？我们昨天有采访那个 Julia， 就俊硕是跟那个 Julia 一起合唱这个70亿分之1+1。你有吃火锅吗？他说他很喜欢吃火锅，他有没有叫你去吃火锅？哦，我每次吃，因为我们口味不一样，哦，你知道吗？他每次说，哎，我在什么什么，没有，我在吃什么，我比较喜欢吃什么。是哦，是有一起合作，有一起合作。看完刀之后，现在一切状况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看完刀之后，已经经历过演唱会啊，然后各种大型的，昨天还赶了2场跨年。哇塞，哇，大丰收，不辛苦，钱赚了蛮多的哈。哎，绝对是，老师的，真的是老师的孩子。那伟健呢？是发了新专辑。去年嘛，也是有出一个专辑，对。哎，等一下，大家 take 一下我跟伟静。Oh my god， 你干嘛 ？Oh my god！ 我现在跟小赖一样，我是小三。同款啦，因为这个款式是蛮普通的啦，蛮容易撞色。你是故意的吗？什么意思？故意的吗？我故意跟他搭马好。我们就昨天就一起去吃饭啊。很好耶，原来是你们去吃火锅。没有，他昨天明明就在我家。他乱讲。那个啦，基本款啦。你昨天不是这样说的、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给你一个大神的称号啊。你就今年还会再继续维持下去吗？还是会改变风格？其实我都顺其自然，也没有特别改变风格。而且其实那个大婶称号不是网友给的，是他给的，是秋风泽取给我的，然后网友才跟着叫。没有，新的一年我们今年就晋升成姨母啦，也大一岁了。姨母了，是不是？可以
长大姨母。我觉得可以照这个 tempo 走下去是没问题，姨母的部分。那个风泽是新加坡人。是。哇，你看新加，你有没有觉得超级冷的？啊，对啊，你昨天怎么过的、啊？新加坡超热哎。太冷，我昨晚好难睡哦，昨天好冷哦，我还特别穿了比较多，然后睡前又拿吹风机吹吹风机，怎么有点失温是不是啊？你说睡不会啊，吹风机不会啊，去买。你买一台暖炉什么的，暖气机就好了。你一起送他，哎，别送他，今年是礼物了。你知道有暖炉这个东西吗？对啊。还是你尾牙的时候就送大家一人一台暖炉。没他的还送人。那我今天有准备好，因为我里面有贴那个暖暖包。哦，难怪今天胸那么胸那么大。你怕冷是不是？不，哎，就真的很冷，什么意思？你让我昨天坐在这边，我想说他都不怕冷，穿那么少。我很极端啊，我里面是短袖。哎呦，很勇哎，很厉害，很厉害。小红，我们是要问零九，就是。Girlfriend，、啊、好好来问吧、哦。他想说问你的今年的有好事情，好消息会不会有好消息发生这样子？好消息，你说你是专辑的部分吗？啊，这句话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现在帮你们问吧。小三来一下，这样。他们想问到今年有没有跟女友有个新的计划？会不会有什么开花结果，还是都一样？风泽怎么样、啊？就五月八号，对，他们的订婚就会在五月八号。没有，想知道就买票去那个北流看一下，好不好？他就会公告一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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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了，那不能免俗的，还是再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的新年新愿望，好不好？好，谁先？哇哇哇！而且压轴是我们自己的新年新愿望。哦，这个领导的奖票，我自己的新年新希望，那就希望我什么事都能心想事成。OK， 好，他什么事都心想事成的。对对对对。新年新希望就是可以健康，然后赚更多的钱。哎呀，很棒很棒。风泽，希望我们五剑奇可以踏上小巨蛋。耶！喂喂，不是你们说你的愿望该对他们，你刚才你们说好一个愿望，你们怎么一个愿望都讲两个啊？没关系，真的真的。好，我希望新的一年呢，所有人都可以脱单，找到自己幸福的另外一半。耶！身体健康，讲过了啦，这个讲过了，不，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对对，希望疫情赶快消失。好，没问题，谢谢，谢谢。对对对，哎，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我们自拍。好，对对对，要跟我们自拍，来来来，马上，笑死，笑死，哇，我们这样在上啊，让我来一下啊，你叫记得来吗？对，我们要。我们是看得见吗？可以，我们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可以吗？就这边来一个。好，来哦，三、二、一，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台中力宝跨年购，超大咖降临开唱，萧敬腾、顽童、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